在日本卖的手机都不可以关掉咔嚓的声音，这个功能是为了防止偷拍别人。因为声音关不掉，所以你拍照的时候也旁边的人都听得到。虽然台湾的手机可以关掉咔嚓的声音，但是你们不要偷拍别人哦。你们觉得这个发明有用吗？请在下面留言，然后不要忘记订阅，不要闹。